大家晚上好，我是美国战舰同乡会会长傅春华。我们今天晚上在美国纽约金丰大酒楼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美建交40周年，即美国战舰同乡会成立16周年。我们今天晚上大概有700多人来参加，说侨团领袖大概有100-200个，所以大家都很热情啊，因为这是一个很伟大的那个庆祝活动，所以大家呢都来恭庆啊，谢谢。
进了大型的客厅，工农水破裂，兴旺发达，其中异国戏剧不衰，红土地蓝海洋，入其背三十在其交几吹，一副电力的美景。张坚也是建在龙门带吊机山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城市，海产资源丰富，工业能力齐全，真的是海运大海吐流水，红土地下出环境的充满善意的好地方。16年前，美国《侨报》以“走进战间”为题，连续6天整版地介绍战间的人文历史、投金环境、工农沙漠、风土人情，在美东地区引起了战间先青的强烈的反响，吹响了战间先青的集结号。我们成立了美国战间同学会，原来叫美国战间高雷同学会。多年来，我们广大黎敏先青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全力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支持祖国的和平统一，在基础国努力拼搏，已涌现出了一批一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奖的哈佛大学潘景湘教授和哈佛大学的陈卫恒博士为代表的高尖端科技人才，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在各行业崭露头角的战二代精英。我们今天在庆祝中美两国建交40周年，中美两国呢邦交正常化，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在世界的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呢，事实同样的证明，合治两国，富力更人，斗志爽然而不立举。我们衷心希望中美两国永永远远的好下去。祖国的强盛是我们6000万海外侨胞的坚强后盾，因此我们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国运昌隆，并祝愿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重新祝愿美国战间同心会会务红花，并祝各位在座各位财源广进，生意兴隆，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多谢多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国会长的发言。接下来要请出我们所有重要的嘉宾上台大合照。向今晚湛江乡亲的盛世表示他最诚挚最热烈的欢迎，祝福湛江乡亲今后在纽约生活得更好，事业兴旺发达，在副总统会长的领导下会务昌隆，万事如意。同时呢，我也带来了孟昭文议员签发了美国国会的褒奖状，送给我们湛江同乡会，表彰我们湛江同乡会多年来为社区做出的巨大贡献。
哥代表纽约州众议院副议长非议士奥迪兹先生，那来参加我们这个美国战争同乡会成立16周年的这样的年度的一个大会。那适逢刚好现在是我们中美建交40周年，那副议长呢有特别交代我，就是说预祝大家呢这个中秋节快乐。那非常谢谢我们的会长今天的邀请，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我们一起跟着会长，大家一起呢好好的建立我们中美的友好的关系。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副议长 Felix 和他的代表，谢谢。我今日是恭祝美国圣公同乡会16周年纪念，多谢傅大哥他邀请我们，咁咧我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等傅大哥带领圣公同乡会时候义务蒸蒸日上。谢谢。中共的鄉親，大家晚上好。因為我媽咪都是廣州人，亦都是湛江地區的，所以我都有係半個湛江人。今日好開心啊，嚟參加我哋湛江同鄉會嘅16周年嘅慶典，真係好高興。尊敬的普通話主持，尊敬的各位草屯領袖，各位湛江的鄉親，大家晚上好。今天很高兴地参加我们湛江同乡会的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以及湛江同乡会成立16周年的庆典晚会。首先我请代表美东华社的总会对你们这次的晚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因为在这16年来，在湛江同乡会的所有会员的领导下，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的友好、对祖国的建设、对我们社区的和谐、对社区的所有的一些经贸的往来，起了一个很积极推动的作用。特别是作为美中关社的那个总会的一员，在总会各项活动之中能够大力的支持我们总会，在此我请代表总会的同仁对你们的帮助、对你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来美国37年了，从给人家看不起到现在说我们华人是了不起，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我们也衷心的希望祖国的强大，因为祖国的强大是我们每一个华侨华人的后盾，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我们的祖国，贡献给我们中美两国的友好的关系。因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切实的利益，中美两国的友好也是肯定了我们华侨华人的一点贡献，所以我们大家要一定要努力，确实推动中美两国的关系友好。因为这段1年多来，中美两国有一点贸易的摩擦，但是这个不重要，因为有点风风雨雨，但是总会有艳阳高照那么一天。
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能够达成贸易协议，能够把两国的关系推向更美好的未来。最后祝我们湛江的乡亲家庭幸福，万事如意，祝我们祖国70周年的华诞国运昌隆。谢谢大家。的讲话，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出布鲁克林区区长的代表温妮郑启荣女士上台。请我们几位的财务副会长呢，跟总顾问都上台一起到。好，请我们美国湛江同乡会的副会长、常务副会长、总顾问，我们这个湛江会的所有的这些委员会的委员上一起上来好吗？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郑启荣，很荣幸呢今天能够代表我们布鲁克林区区长亚当斯来为湛江同乡会带了我们布鲁克林区长的表彰状来给你们，祝你们今天的晚会圆满成功，谢谢。怎么上海联谊会这么好，跟他的
关系呢？就是因为我们会长一直带我们上海联谊会有这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们市的支持啊不方便，所以我们已经啊就交了老朋友好朋友，所以今天我和我的上海联谊会20多个人一起来参加你们的宴会，在这里我再一次的祝福你们的会议更加兴旺更加发达，你们这些广东的我的好朋友好弟兄好姐妹更加发财更加健康，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上海联谊会长陈丽萍女士的祝福，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出世界雷锋会会长林翠芝。尊敬的胡松华会长，尊敬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很荣幸参加这个聚会。然后在没来之前，我就听说我们胡会长是我们，是湛江人在纽约最棒的一个领袖。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个会议成立16周年了，非常的不容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送给胡会长，好不好？感谢他为我们湛江的老乡所做的一切，也为我们湛江那个是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天呢，我们市委会有来自于意大利的梅姐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还有我们澳大利亚的蛋鸟会长在哪里？对，跟大家打个招呼，还有我们的湛江广州来来金帮的兄弟姐妹们，大家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这次不远万里来到纽约，为的是浓浓的乡情，为的是表达我们最真诚的祝贺，祝福我们所有的湛江老乡在纽约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万事如意。谢谢，谢谢。祝我们那个市副会长呢带领的湛江同乡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蒸蒸日上，人气兴旺，好不好？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林会长，非常感谢。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今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湛江人。那我们现在请出其中一个代表，来自意大利的梁雪梅上来给大家发言，好吗？有请。各位乡亲。的乡亲们，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叫梁雪梅，来自意大利。今天我来到这里，非常激动而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我们湛江曾经我们儿时的同伴，都在这里偶然的碰上了。在这个机会，也是副会长给我这个机会。因为他的盛情的邀请，所以呢我必须来，而且也邀请了我先生。我是意大利，但是我是湛江人啊。我的先生呢是意大利人，他对我们这个湛江和我们中国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呢他让我因为有事他不能前来，让我代表他呢就来向我们各位乡亲们问好，他也热烈地祝贺我们湛江同乡会成立16周年的盛典圆满成功因为他不能来，他就为我们这个大会创作了一幅作品送来，由于我们忘了放在酒店吧。放在酒店，对不起啊，让大家看一看啊。所以呢，我就趁这个机会就怎么说呢？祝贺我们湛江乡亲们幸福，家庭幸福，身体健康。祝福我们副会长越办越好啊！我所以有点激动，中国话也是讲的生生疏疏啊。
講湛江啊，更加好。國語而家冇幾識講嘅，所以講祝福大家啊，家庭幸福，呢個盛會啊，圓滿成功，謝謝。我俾跟各位那個你看哈，這位美姐呢，她來自意大利，她是湛江人。她的丈夫是意大利一个很著名的画家，因此呢，他先生为了我们庆祝我们的会庆典，专门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一幅画送来给我。刚才呢，四妹姐呢，她不敢说，她已经给我了，但我翻了我们家里来得很急，忘了带来，所以对不起，所以没有那个四妹姐。好，谢谢，非常感谢。我先生 的意思了哈，他的对我们中国，对我们湛江是非常有感情的。我再加一句，就是近年来呢，特别在为那个中艺文化，我的先生呢一直在为我们这个中艺文化交流啊做了一些贡献，曾经也受到当地政府和我们国家一些有关的部门给予很充分的那个赞赏。所以希望以后大家有机会来到意大利，特别我们艺术家们啊，如果来意大利，我们就一起吧啊，我非常的欢迎啊，找我。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出常务副主席陆宝博士为我们宣读贺电跟陆宝博士。我们湛江出很多科学家。大博士啊，各位嘉宾，各位湛江的老乡，晚上好。今天我们这个庆典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单位团体和个人20多封的来电来信，所以证明我们这个协会，这个同乡会收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也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谢谢大家。那么我现在就读一下所有的贺电的单位。美国国会众议员孟乔文议员，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亚当辛，纽约州众议员副议长瑞丽斯奥迪杨国伟杨伟博，纽约市议员崔马克冯丽华，纽约市议员陈建文议员，纽约市的议员顾亚伦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牛玉林议员，纽约州参议员史泰文斯基杨敏文，中华海外联谊会中国侨联，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美东华人协团联合总会，广州市雷州乡会，湛江市海外联谊会，湛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湛江市外事局牧民市侨联，世界雷州半岛联谊总会，广东省特联执行会长钟文东律师，新加坡雷州会馆，澳大利亚湛江同乡会，意大利华人工商会，意大利华象集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一一来朗读这个贺电贺信，下面就选了我们广东省侨联的一封
给大家鼓励鼓励，读一下。美国湛江同乡会请闻贵会将举行成立16周年庆典活动，谨记热烈的祝贺。贵会自成立以来，团结服务当地侨胞，敦睦相宜，热心公益，服务社会，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美文明友好往来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次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让贵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团结更多邻美海外的侨胞，凝心致力，积极促进中美两国互相了解，并肩远航，为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一组活动圆满成功，广东省侨联2019年9月6号，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我们驻港同事的。下面我们请出省港澳总商会陈景涵董事长。好，请我们的省港澳总商会陈景涵董事长上台。各位省工同乡会的乡亲，各位侨团领袖，各位新闻界记者，今天呢是共和胡崇华主席的叫我介绍嘉宾啊，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梁冠军主席，刘冠总顾问，林学文秘书长，苏焕刚总顾问，崇政会朱天祥主席，刘冠主席，袁汉就主席，大鹏同乡会黄天颂主席，黄伟星主席，大鹏育英总社袁石雄总顾问，李勤主席，张世武主席，东安工所文忠鹏主席，郑植树主席，张福祥顾问，泰陆总商会顾清峰总顾问，梅国良主席，赵天山主席，施工工商会江士强主席，余忠璇主席，何茂林秘书长，惠州工商会吕小平主席，温志明主席，省港澳总商会陈锦棠董事长，谭延忠主席，梁鸿生荣誉主席，梁许根荣誉主席，美东深圳总商会梁鸿生会长，渠山联谊会殷锦明主席，三江公所前主席吴海先生、胡先生先生，林氏集团林建忠总裁，广东同胞联合总会赵景元主席，林建忠总顾问，上海联谊会成立平主席，缅甸华侨联谊会苏焕刚主席，来自槟城的管必雄先生，以介绍嘉宾而有错漏，请多多原谅，多谢多谢。那接下来我们请出常务副主席陈志宏博士。致感谢词，陈志宏博士有请。尊敬的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梁冠军主席，尊敬的各位中美官员，各位侨领，各位嘉宾，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今晚的纽约金风大酒楼喜气洋洋，热烈非凡，庆祝中美两国建交40周年及广东湛江同乡会成立16周年的宴会如此热闹成功。
会有你们大家的紧密相处。中美关系的友好为两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富裕，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晚的宴会将会围绕着中美友谊的主题，将会有系列的音乐歌舞以及书画表演的，会呈现中美友谊和世界和平。今年也是美国在亚洲商会成立16周年，你们不但迎来了友谊如泰山重的礼仪花圈花匾和祝福，而且还带来了如大海般的深情。参加我们的晚宴，令我们的晚宴盛会景光，你们的浓情厚情我们将永记不忘，在此让我们对你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敬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热情欢迎大家，但今天的晚宴久违泰国，不成敬意，恳请各位多多包涵，希望各位多饮几杯，一尽欢聚之乐。最后，让我们在花好月圆之夜，共同为我们家乡广东湛江的繁荣富强，为中美两国的友谊而衷心祝福，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财源广进，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同事哈。接下来开始我们今晚精彩的演出。有这样一个团体，他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名，他们见证了新中国几十年历史的变迁，他们上过山下过乡，他们来到了美国，现在站在了我们的舞台上，他们就是我们中华知青艺术团。接下来他给我们带来的歌舞表演《母亲是中华》，大家掌声有请。
会叫我拉了两首曲目，第一首呢我就拉应该大家很熟悉的叫渔舟唱晚，然后拉完这个之后就拉一首外国曲，是 Sarasate 的 Common Fantasy， 谢谢。
Thank you.
上台，我是。我发现湛江同乡会的各位领袖都非常低调哈，每次都要反复请都不肯上来。现在已经开始挥毫了，I tell all the other politicians. 我跟所有的政治人物说 that your community may like them, but you love me, I love you. 所有的社区的，你爱我，我爱你。谢谢。谢谢。大家都知道我们布鲁克林七区的亚当斯，他。现在是在竞选下任纽约市市长，布鲁克林区亚当斯，他当了22年的警察，做到 captain， 然后他又做了6年的纽约州参议员，再来呢就会做完纽约布鲁克林区区长8年，在这。30几年的历史当中，政治生涯，他从治安到立法到行政管理，是一个最有经验的人，而且他对我们华人社区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同时，他在纽约市里面、纽约州里面唯一的一个。民选官员拨了最大的一笔款，从我们华人在纽约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多年历史，他拨了200万美金哦，给我们做牌楼的地基，这是他为我们
到的利益。所以呢，我想呢，在这里应该呢，林建中也要上来一下。我知道他跟亚当斯是一个好朋友会。啊，有请我们林建中主席。对，林建中主席，这是我们亚当斯美国酒店协会的会长哦。还有我们的朱天堂大哥。啊，对呀、啊，这些都是老朋友，好朋友，快一点。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你看，我们的布鲁克林区区长亚当斯，真的为我们华人做了很多事，学校 ，OK， 为我们俩在争取，然后呢，争取我们纽约州百年的梦想牌楼，他已经申请到了。纽约市市政府在一七年的时候正式批准了纽约首座牌楼的所有手续，在2018年的八月份也签下了所有的牌楼的法律文件，所以我们呢都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刚才呢也有朋友问我，郑其龙，你这个牌楼什么时候能完成啊？我要向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牌楼纽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亚当斯布鲁克林区区长办公室全部都准备好了。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启动？因为这个牌楼的主体是中国北京长期捐的，是我们的姐妹城市捐的。但是大家都知道目前也有一些那个比较放慢脚步，北京长区那边区政府又换了新的区长领导，所以在这个路在目前的形势下可能会慢一点。不过我们的亚当斯区长说了，跟我讲，他说我们这个牌楼不能停，我们要继续做，要赶快完成，不能停。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会有一个开会，就是要把这个牌楼也许由我们纽约来自己完成。谢谢大家，也跟大家汇报。好，谢谢，非常感谢。请苏凤光会长、董碧红会长、陈立峰啊、陈立平会长上来照个照。还有朱天长会长。